有我80的概率不暴击。太 crazy 了，连南昌数据都没有了，现在找到了 T4。放松，伙计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来晚了一点，不然哈巴要抢了。不应该点寻宝的，应该就点鞋子新的东西就好了。他前面打这么怂一下，这么激进，没事，他上当了。赶紧回野区，他可能来偷野。他没逞，他这波河蝎子应该打的没那么快，有个意思了。还行还行，辅助还没来，可以给他秒了。一个辅助让打野烂头，光辉让南墙烂头，是我没睡醒还是他没睡醒？反正我应该回下方区，我看能不能逮着他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凯南升六了。去把上河蟹吃了再反他红，我还差两个寻宝中上的，这一波打下上半区了。胡闹！你在玩什么呢？加引爆！一定要先起把小刀来，不然会缺伤害。起完小刀再出盾攻就不会缺伤害了，再转收一者就好。全是控操作不了，不行得来个水晶姐姐，想感觉这波少控我一秒我都活下来了，我感觉得先把他们下路解决了，不然一直来抓我。
三个人吃塔皮就算了吧。稳一点来把无尽南枪，这个版本是有点弱过头了，该加强一下，加强打野南枪就好，不然你这个加强线上南枪到时候又很厉害，打野要跟着倒霉。哇，有点歪啊，老是差个一厘米。不意我吗？他意我就给他骗出塔外了。没暴击，爆了爆了。三爷刚好来个青羽，好，这女坦打得挺上头，她喜欢顶在前面。头埋低，暴击我吧。十的概率不暴击，我都准备潇洒回头了，我在想这一枪必爆的，我都已经往回走了，我就没想过他能活得下来，你们知道吗？八十的概率他不暴击，我九十五，你有本事再不爆给我看一下，我不信这九十五他还能不爆啊。枪一个统统做掉，来个五杀兄弟，男枪是很弱啊，有人说我乱杀不弱，他只是我这把反到对面打野了，你看这个 OPGG 都查不到他的数据，只有在环境才能查到他的数据，这铂金的开始好像已经都查不到了，往下再拉一下，哎，铂金还有，铂金加就没有了。T4